中央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四经八功，心比例，七情六欲擦平情，等过完善全国法，医德良心天地地，阿弘健康万堂。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师李连杰中医师制作。每礼拜一到拜五，我李老师阿宏、沈坤现场主持服务，介绍中医医理、病理、药理，包括中药、草药、病例、医案，以及着临床、养护免费提供。对中医药有兴趣，或者是讲身体会平安，腹肚定在做药毒，心情会轻松。维生素的朋友来，大家互相知识的这个小交换。人讲建议师中一治，先生显示自然好。多少企业互相研究、互相探讨，在临床上一些参考，更加注意先进动作，多加批评指教，感谢努力。各位亲爱阿宏健康万谈，咱这网友观众，大家宏快乐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3八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。那么，咱这个节目是伫阿宏中央电台，每工拜一到拜五下晡时4点开始到6点，由我李老师阿宏沈坤，甲咱网友啊观众吼，做伙来探讨。传统的这个医学，以及到临床验菌、验菌等等吼。来，咱来讲这个，咱人生老病死吼，这是难免的吼。那么，所以咱那是有50岁超过爱注意事项吼，就是讲有一挂老人斑吼，就是讲那老人斑吼真大片。色阁真深，深色安尼啦吼。那么这你就要注意，可能是皮肤癌的这个前兆哦，吼。那么拄则咱伫个讲的，遮个普通拢是上年纪的，吼，就是50岁以上啦，吼，啊爱注意家己的这个身躯，包括面部。包括头部，吼、哦，包括啊，这个身躯皮肤，吼、哦，面的，啊，这个手的，那么出现老人斑，那么当然啦、啊，这在女性比较的较过气的啦，啊，你都知影，女人拢爱水嘛，好、哦，安那。踮喺面诶哦，开始啊，啊着糊啊，啊无着赶紧找医生，啊，当要安怎？
啊，我这就是老人斑的款，医生你甲我看卖啊，啊，尽量看会当，吼，互伊好去买，吼，啊，若讲到这个美，这个美容的啦，吼，美白这啦，吼，生意有够好个，吼，安怎，伊拢去找这个哩。啊，即个就推荐啦。哦啊，你来看，你即都爱做 SPA 啦，你即都爱做面部的什么啊按摩啦，你即都爱做面部的安怎啦吼，美容种种的啦。啊，查某的就钱就开落去，会堪要开，但是查甫无共。安怎讲？查甫就较无咧注重你，嗯，啊老就老，吼、哦、啊即老人斑就老人斑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那么彰化病院皮肤科有一个医生啦，叫做郭宏生主任，长吼，长30岁嘛吼，四月多的，伊伫个讲，热人吼，若要防止会曝的吼，这个寒人治疗会用改善美观，预防皮肤的这个病变啦。啊，若讲这哦。即在咱中医哦，比较的较简单啊，安怎简单？咱中医有个活血气有个药啊，就将到面部，伊个即个斑斑是哪有斑啊？就是若有血啊，西医伫讲个即个黑色素的即个沉淀啊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才变即个斑。啊，是安怎来沉淀？在咱中医来讲，即、这个。血气循环较歹啊，哦，啊，所以个时阵有一挂即个部分，伊安怎讲，伊血就无多人会通顺啊，啊，所以就积积积，啊，积伫个遐，啊，积伫个遐，咱有血啊，伊个即个黑色素当然就较侪，啊，去调个遐，当然开始血会行，但是黑色素就留远个遐。所以造成这个老人斑啊，所以有一个60岁曾经曾女士啦，面上有差不多10颗大小的这个老人斑啊，由浅色的变深色的呢。伊吼无好意思爱出门啦，因为安怎讲，伊也欠你，嘛无去看医生，吼、哦，啊拢无出门，安怎讲，啊都面呢都一打哩，真歹看啦，啊你着知影，查某人拢爱水，所以孙阿娘由这个郭宏生主任评估了后，伊镭射治疗一遍，叮咛术后。爱防止搁再拍啦。那么现在詹露，吼、哦，詹露是伊这个老人斑已经完全改善啦。那么，加有一挂这个自信啦，吼、哦，这当然皮肤科伊是在拍广告哩，吼、哦。那么另外有一名60岁廖先生啊，查甫的啦，长期哦。需要爱骑机车，到底个吼满面大大细细吼老人斑啊。那么今年退休了后，决定吼要改善这个门面就对了。吼想讲啊，都老人斑啊，面会好啊。那么以同款的这个方式治疗2礼拜了后，老人斑已经结然啊来落去，吼。啊，那么伊这个郭宏生主任就提醒啊，严重的这个老人斑哦，嘛有可能是皮肤癌，伊的这个前兆安尼啦，需要由这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这个皮肤科医生啊，啊来诊断。一般民众哦，并无容易来分辨呐。那么镭射治疗值得推荐呐。哦，伊即个是啊，伫个做生意个哩。伊讲无论是汽油化，伊个即个尔雅明镭射，伊也是讲即个氧化碳镭射，吼、哦，
或者是讲色素型的，伊的这个乳牙明镭射、红玻璃镭射、五维镭射，过来讲吼。那么亚历山大镭射等等这，治疗效果拢相当袂歹安尼啦。而且像啊，所需要这个次数嘛无偌济，所以吼、大家爱注意阿宏。做一个结论啊，有血啊，那发现老人斑哦，赶紧找中医师，吼、甲讲这个情形，吼、你甲讲阿宏有伫个电台咧报告，吼、讲的顺安尼啊，咱这个老人斑是毋是讲阿宏伫个讲，有影是血气循环无好，那么黑色素沉淀，即会造成这个老人斑，啊。你甲这个医生讲，讲阿宏伫个讲，吼，往个话费起有二声的孙阿娘，啊，佮巩固这个病人伊的这个体质，啊，那么加减嘛，吼，啊来做治疗，应该是拢袂歹，应该拢是袂歹，吼。后来咱讲到这结束，期待一位同这个网络同这时间继续收看阿宏健康问答，再见，拜拜。Oh, wow.